怎么还没有亮？怎么还没有亮？不知道怎么还没有还好吧？老师怎么还没有要开始？今天100集要反常，我要跑100次。哎，不可能！我要讲100次的，怎么还没有要开始？就只要活100岁。OK。蛋糕是那个花生吗？对，因为我比较有经验。来，怎么没有一切蛋？是鱼的。我沿路跑过来的。哇，那要多小心啊。是啊，那么远的路，哎，你多跑就对了。对啊。孔锵老师的便当人生，他们要比规模。对，免得他吃不会流出来。便当人生，一年吃几个便当？500。便当人生，一年500。整个一年吃几个便当？我现在都是来庆祝便当。五学年还没到，所以脸越来越慌了。就是那个塞满了。便当兵的呀。100集了，什么感想？100集，希望做到100岁。好不好 ？OK。老好好，一人一包诶，赶快。哎，敢有咋弹？讲啥？即马先讲。哇！马头哦，真侪好嘛！啊，你弹到一千几步了？我弹到手破破的。哦，还是中等 Q， 还是中等 Q 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讲一下百集的感想。人家说百尺竿头，那刚才在爬山，一竿皮包咱，咱就爬到差不多半山腰了，不是半山，才差不多1/3吧，然后再爬200级、300级，哇，就是这一座高峰的就300级之后呢，我们要靠朝另外一个峰，那个是600级的峰。哇，然后做到1000级。新美姐来讲一下100级来的感想，感动到流目屎。不知不觉就100级了，我都老2岁了。但我有变吗？当然没有啊。你改造了什么？大吉，代表未来呀，各有1000级，加油！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